肝脏是哑巴，如果有问题不会直接表现出疼痛，但身体其他方面会给我们发出警告。如果你有这些症状就要小心你的肝。第一，肝不好的人脸色蜡黄灰暗，容易长痘长斑。第二，心烦气躁，容易发怒，甚至乳房胀痛结块。第三，肝脏出问题的人眼睛痛，睁不开，看东西模糊，眼睛干涩。第四，肝不好的人指甲就会发暗发乌，没有光泽，坑坑洼洼。今天就用菊花分享一个养肝排毒茶，准备三克茉莉花，三克桂花，两克金银花。金银花的清热解毒效果特别好。接着再准备五克左右的牛蒡根，两克左右的菊花。接下来把这些食材全部洗干净之后放入养生壶里，加入1000毫升左右纯净水，按花茶的键煮15分钟。15分钟之后，这个养肝排毒茶煮好了，倒出来杯子里稍微晾晾就可以直接饮用。如果你也是肝不好还容易口臭口干口苦，不妨试一下。我是新妈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感谢您观看，下个视频见。